轻呢啲 ，BB 都聪明啲噶。听人讲都要认清事实先。事实上，营养好重要。除了 DHA， 安满仲有添加成分含丰富 GA。GA 是连结脑细胞、传递大脑信息的成分。安满自主妈咪，自叻 BB， 安满孕妇奶粉。了解更多 GA 资讯啦。品味是一种生活态度，简单啲嚟讲，就是对食物的坚持同埋执着。懂得品酒，配埋美食就更加 perfect。懂得配搭都要好有创意。边个话饮中国茶一定要食点心噶？食好嘢都要有耐性。经过几个礼拜熟成嘅牛肉，肉质会更嫩更甜。啊、这杯提子汁够唔好饮啦！我杯乌龙茶够唔乌龙啦！岂有此理！我哋明明系识饮识食之人，点可以食得咁求其噶？一于出发去搵好嘢食。我好有要求噶、啊，我好难服侍噶、啊。工厂区系我哋嘅地头嚟噶嘛，搵好嘢食点会难到我哋啊 ？Go！林女士有冇搞错啊？十点几约人食 lunch， 搵食都唔使咁早啊嘛？咪就系咯，呢个时间唔三唔四九，我啱啱先食完早餐嚟噶，而家又要再食，唔系啩？我位未瞓醒。早晨，精神啲啦，好多活动噶。首先咧，我哋就会大玩一轮啦，然后咧，我哋就大饱眼福，再大拆一餐。咩大饱眼福啊？唉，冇理啦，总之有得食咪得咯，行啦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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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直都好少踏足南港岛嘅工厂区，原来近几年呢一度多咗好多国际画廊进驻，可惜今日要搵好嘢食啊，未有时间去探究。不过咧，阿 Mac 带我哋嚟到黄竹坑嘅呢个工厦单位，好似都有啲惊喜喎。就是集餐厅和画廊于一身的工厦食堂啊！哦，英国人 Ricardo 和意大利人 Birgit 是这里的创办人，为了将艺术融入生活，他们将这个4500平方尺的室内外空间打造成集艺术、文化、设计和健康菜式于一身的场地，给人感受艺术和饮食结合的新体验。In the 90s, in the US, a dockland that became a creative area. In Aptly Chow, right now, we're endeavouring to do exactly the same thing, art, culture and food. We aim to create a space for living and engaging with art and bringing more international artists to Hong Kong. Aptly Chow has become a cultural hub here in Hong Kong. We are now engaging with other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have formed the South Island Cultural District.展区所展出的作品主要来自南美洲。 Birgit 看中他们不单止因为艺术质素，还因为他们可以引发参观者的思考。 Birgit 就想藉着这一系列出自巴西画家的画作，提醒香港人怎样在挤迫的环境正视和体验自己的生命。这里的老板很重视个人的五个感官，即是眼、耳、口、鼻和触觉。但是咧，點樣體驗到喺呢個食堂入面啊？嗱，畫咧就可以睇到啦，如果佢哋播音樂就可以聽到啦，凳咧就可以坐啦，可以摸啦，你中意玩都得噶。當然，嗅覺、味覺主要係嚟自餐廳嗰邊，佢哋最想做到嘅就係將藝術融入生活裡面。仲有一種就係佢哋所講嘅第六感，即係將我哋嘅五種感官啦，再加埋個腦思考，然後分析。再融入埋一齊，咁即係老闆歡迎我哋手多多，店乜都得啦。係啊，
老闆話咧，無論名人啦、普通人啦，嚟到呢度都歡迎我哋任摸同埋體驗一下嘅。咁就啱啦，你估試衫得唔得？我想試浴袍。得，都係展品嚟噶嘛。呢一張好似手風琴咁可以伸縮嘅紙皮凳咧，就係 Ricardo 嘅作品啦。扭成唔同嘅形狀都得噶，就算要接埋佢一樣冇問題啊。著住日式浴袍嘅阿 Jo 同展品合二為一 ，nice。食堂提供的八成都是素食，但是款式众多，一啲都不觉得闷的。而搜罗来自世界各地有机天然的食材，就是这间餐厅的宗旨之一。当中都有少量的海鲜，满足不同客人的需要。三位海鲜披萨，辛苦晒，我多谢你们预备了这么多美食给我们。Always a pleasure。其实今天吃东西都是跟我们的健康食品的題材，例如個綠豆湯是一個很 high in protein 的湯，這個 quinoa salad 是 high in amino acids and protein， 不說那麼多了，慢慢享用吧。兩位老闆都非常關注公平貿易，所以希望客人享受美食的時候都懷著一份感激的心，想起農民的辛勞。我真的很喜歡這裡，因為這裡的感覺很舒服，同埋我感受到一個很和諧的氣氛。我想如果每一個人對於每一件事都諗得咁透徹，都咁珍惜嘅話，那個心靈應該會好富足。我成日都覺得可以感受嗰啲食物本身嘅來源，感受啲藝術品背後嘅故事，這個先係感受人生嘅極致。我就冇咁講究啦，我估唔到咧，原來素食咧可以咁多變化。其實咧，我好簡單嘅啫，因為咧，只要每一餐我食飽咧，我就會覺得好幸福。雖然咧頭先就食咗一餐好勁嘅，但我都係有啲意猶未盡啦。你有冇興趣食個 tea 啊？喂，都好喎，食 tea。喂，我有好提議，今次我帶路。嗯，好啊。好似係你呢邊離開啊，就想你係咪真係識路帶我食 tea 㗎？你啱，呢邊行，食啊！周生啊，你又話帶我食 tea 咧 ，cake 又冇見，又淨係得中國茶，我有少少失望咯。阿林女士啊，你自己都識講啦，食 tea 啊嘛 ，eat tea，tea，t-e-a-t， 唔啱咯，帶你嚟茶坊呢一度，嗱，唔好客氣，隨便起筷。喂，做乜食茶葉啊？食得嘅咩？不如菜你都咁食啦，咪葉嚟啊。喂，好味啊，薯片啊。你有冇食咧？飲算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冇味啊！正系咧，其实未饮之前就已经可以食个干茶叶，食到细致味嘛。食到细致味啊！试下。热爱艺术嘅 Vivian 喺1999年开始接触茶，喺7年前更加喺工厦开茶坊。呢一度咧，除咗卖茶叶同埋茶具之外，仲会定期举办品茶嘅工作坊，希望令更加多人了解茶嘅本质，亦都可以轻轻松松品尝茶嘅真味啊！在工廈其實搞 tea tasting workshop 咧，我覺得好好啊，因為收埋啊嘛，咁啲人真係中意茶咧，就會特登揾我哋。咁同埋咧，我會花多啲時間可以同客人交流啦，去即係研究茶啦，去認識個茶，咁好開心嘅。我自己就覺得正到不得了。估唔到咧，咁樣食 tea 都可以咁津津有味。喂 ，Jarvis， 俾少少儀態得唔得？不好意思啊 ，Vivian。唔緊要，根本啲乾茶葉就係攞嚟食噶嘛。我就最唔中意啲人成日覺得飲茶好傳統啊嘛。未飲之前就可以食到嗰個滋味。嗱，試下依個先，龍井，睇下咩味。好，依個似薯片。係啊，口感都似瓜子咁啦，係嘛？依個白茶，白毫仁汁。依個真係好似食緊 nuts 咁啊！有啲花生味。係啊，花生嗰啲咯。好 nuts 啊！咁仲有咧，你食完一個茶咧，就飲下水。我啱啱都有。個味會勻循好多，嗯，好似喺個口度沖咗杯茶。係啦，因為沖有陣時可能控制咗唔同味噶嘛。嗱，再試下依個，好啱啊！我呢個甜喎，好似生果咁啊。荔枝，係荔枝，荔枝係荔枝多啲，但係自然嘅喎，所以好精彩喎，所以淨係食都正啦，係嘛？泡茶都是一门学问，用什么茶壶都很讲究的。这里的茶壶架贴了标签，告诉你哪种壶适合哪种茶叶。
Vivian 話茶壺的厚薄都會影響茶的味道，厚身啲嘅茶壺維持熱力耐啲，茶味就會濃啲，而薄身的茶壺泡茶鮮爽度就會高啲。飲親茶咧都會有啲想食翻啲嘢嘅，有嘢食啦，飲下茶先。好，好。依個濃香嘅鐵觀音，我哋叫馬騮咪咧，其實係夾鬼佬甜品、夾中國甜品都一樣正嘅，譬如整嗰啲 tiramisu 啦、macaron 啦，非常之夾嘅，冇咁膩嘅係咪？係啊，冇咁膩啊，咁樣。係啊，咁我哋其實叫佢做 espresso， 哦，即係好濃嘅，好似咖啡咁嘅香，但係又唔會咖啡咁。聽呢啲 ，BB 都聰明啲㗎。聽人講都要認清事實先。事實上，營養好重要。除了 DHA， 肝滿仲有添加成分含豐富 GA。GA 是連結腦細胞、傳遞大腦信息的成分。肝滿自主媽咪自叻 BB， 肝滿孕婦奶粉。了解更多 GA 資訊啦。品味是一种生活态度，简单啲嚟讲，就是对食物的坚持同埋执着。识得品酒，配埋美食就更加 perfect。识得配搭都要好有创意。边个话饮中国茶一定要食点心噶？食好嘢都要有耐性。经过几个礼拜熟成的牛肉，肉质会更嫩更甜。呢杯提子汁够唔好饮啦！我杯乌龙茶够唔乌龙啦！岂有此理！我哋明明系识饮识食之人，点可以食得咁求其噶？一于出发去搵好嘢食。我好有要求噶，我好难服侍噶。工厂区系我哋嘅地头嚟噶嘛，搵好嘢食点会难到我哋啊 ？Go！林女士有冇搞錯啊？十點幾有人食 lunch， 揾食都唔使咁早啊嘛。咪就係咯，呢個時間唔三唔四九，我啱啱先食完早餐嚟噶，而家又要再食，唔係啩？我為咗未瞓醒。早晨，精神啲啦，好多活動嘅。首先咧，我哋就會大玩一輪啦，然後咧，我哋就大飽眼福，再大拆一餐。咩大飽眼福啊？唉，唔好理啦，总之有得食咪得咯，行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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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直都好少踏足南港岛嘅工厂区，原来近几年呢一度多咗好多国际画廊进驻，可惜今日要搵好嘢食啊，未有时间去探究。不过咧，阿 Mac 带我哋嚟到黄竹坑嘅呢个工厦单位，好似都有啲惊喜喎。是就是集餐厅和画廊于一身的工厦食堂啊。哦，英国人 Ricardo 和意大利人 Birgit 是这里的创办人，为了将艺术融入生活，他们将这个4500平方尺的室内外空间打造成集艺术、文化、设计和健康菜式于一身的场地，给人感受艺术和饮食结合的新体验。In the 90s in the US, a dockland that became a creative area. In Aptly Chow, right now, we're endeavouring to do exactly the same thing, art, culture and food. We aim to create a space for living and engaging with art and bringing more international artists to Hong Kong. Aptly Chow has become a cultural hub here in Hong Kong. We are now engaging with other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have formed the South Island Cultural District.展区所展出的作品主要来自南美洲。 Birgit 看中他们不单止因为艺术质素，还因为他们可以引发参观者的思考。 Birgit 就想藉着这一系列出自巴西画家的画作，提醒香港人怎样在挤迫的环境正视和体验自己的生命。
呢度嘅老闆咧，好重視個人嘅五個感官，即係眼、耳、口、鼻同埋觸覺。但係咧，點樣體驗到喺呢個食堂入面啊？嗱，畫咧就可以睇到啦。如果佢哋播音樂，就可以聽到啦。凳咧就可以坐啦，可以摸啦，你中意玩都得噶。當然，嗅覺、味覺主要係嚟自餐廳嗰邊。他們最想做到的就是將藝術融入生活裡面。還有一種就是他們所說的第六感，即是將我們的五種感官再加上腦思考，然後分析，再融入一起。那即老闆歡迎我們手多多掂什麼都可以。是啊，老闆說無論名人普通人來到這裡都歡迎我們任摸和體驗一下的。那就對了，你猜試衣服行不行？我想試浴袍。可以，都是展品來的嘛。這一張好像手風琴般可以伸縮的紙皮椅就是 Ricardo 的作品了，扭成不同的形狀都可以，就算要摺起它一樣沒問題。穿著日式浴袍的 Jar 和展品合二為一， Nice。食堂提供的八成都是素食，但是款式眾多，一啲都不覺得悶的。而搜羅來自世界各地有機天然的食材就是這間餐廳的宗旨之一了，當中都有少量的海鮮的，滿足不同客人的需要。三位海鮮披薩辛苦了，好多謝你們預備了這麼多美食給我們。 Always a pleasure。其實今天吃東西都是跟回我們的健康食品的題材，例如這個綠豆湯是一個很 high in protein 的湯，這個 quinoa salad 是 high in amino acids and protein， 不說那麼多了，慢慢享用吧。兩位老闆都非常關注公平貿易，所以希望客人享受美食的時候都懷著一份感激的心，想起農民的辛勞。我真的很喜歡這裡，因為這裡的感覺很舒服，同埋我感受到一個好和諧嘅氣氛。我諗如果每一個人對於每一件事都諗得咁透徹，都咁珍惜嘅話，個心靈應該會好富足。我成日都覺得可以感受嗰啲食物本身嘅來源，感受啲藝術品背後嘅故事，呢個先係感受人生嘅境界。我就冇咁講究啦，我估唔到咧，原來素食咧可以咁多變化。其實咧，我好簡單嘅啫，因為咧，只要每一餐我食飽咧，我就會覺得好幸福。雖然咧頭先就食咗一餐好勁嘅，但我都係有啲意猶未盡啦。你有冇興趣食個 tea 啊？喂，都好喎，食 tea。喂，我有好提議，今次我帶路。好啊。好似係你呢邊離開啊，就上。你係咪真係識路帶我食 tea 㗎？你啱，呢邊行。食啊！周生啊，你又話帶我食 tea 咧 ，cake 又冇見，又淨係得中國茶，我有少少失望咯。阿林女士啊，你自己都識講啦，食 tea 啊嘛 ，eat tea，tea，t-e-a-t， 唔啱咯，帶你嚟茶坊呢一度，嗱，唔好客氣，隨便起筷。喂，做乜食茶葉啊？食得嘅咩？不如菜你都咁食啦，咪葉嚟啊！喂，好味啊，薯片啊，你有冇食啦？飲算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冇味啊！正系咧，其實未飲之前就已經可以食個乾茶葉，食到細緻味嘛，食到細緻味啊！試下。熱愛藝術嘅 Vivian 喺1999年開始接觸茶，喺7年前更加喺工廈開茶坊。呢一度咧，除咗賣茶葉同埋茶具之外，仲會定期舉辦品茶嘅工作坊，希望令更加多人了解茶嘅本質，亦都可以輕輕鬆鬆品嚐茶嘅真味啊！在工廈其實搞 tea tasting workshop 咧，我覺得好好啊，因為收埋啊嘛，咁啲人真係中意茶咧，就會特登揾我哋。咁同埋咧，我會花多啲時間可以同客人交流啦，去即係研究茶啦，去認識個茶，咁好開心嘅。我自己就覺得正到不得了。估唔到咧，咁樣食 tea 都可以咁津津有味。喂 ，Jarvis， 俾少少儀態得唔得？不好意思啊 ，Vivian。唔緊要，根本啲乾茶葉就係攞嚟食噶嘛。我就最唔中意啲人成日覺得飲茶好傳統啊嘛。未飲之前就可以食到嗰個滋味。嗱，試下依個先，龍井，睇下咩味。好，依個似薯片。係啊，口感都似瓜子咁啊，係嘛？依個白茶，白毫雲汁，
呢個真的可以食緊 nuts 咁啊！啲花生味，係啊，花生嗰啲啦，好 nuts 啊！咁仲有咧，你食完一個茶咧，就飲下水，啱啱都有。真聰明，味道會勻循好多。嗯，好似喺個口度沖咗杯茶。係啦，因為沖有陣時候可能控制咗唔同味噶嘛。嗱，再試下依個。我啱啊，我呢個甜喎，好似生果咁啊。荔枝，係荔枝，荔枝，係荔枝多啲，但係自然嘅喎，所以好精彩喎，所以淨係食都正啊，係嘛？泡茶都是一门学问，用什么茶壶都好讲究的。这里的茶壶架贴晒标签，告诉你哪种壶适合哪种茶叶。Vivian 说茶壶的厚薄都会影响茶的味道，厚身的茶壶维持热力耐一点，茶味就会浓一点，而薄身的茶壶泡茶鲜爽度就会高一点。嗯，飲親茶咧都會有啲想食翻啲嘢嘅。你食啦，飲翻茶先。好。好。依個濃香嘅鐵觀音，我哋叫馬騮咪咧，其實係夾鬼佬甜品、夾中國甜品都一樣正嘅。譬如整嗰啲 tiramisu 啦、macaron 啦，非常之夾嘅，冇咁膩嘅係咪？係啊，冇咁膩啊，咁樣。係啊，咁我哋其實叫佢做 espresso。哦。因為好濃嘅，好似咖啡咁嘅香。嗯。但係又唔會咖啡咁。聽呢啲 ，BB 都聰明啲噶。聽人講都要認清事實先。事實上，營養好重要。除咗 DHA， 氨烷仲有添加成分含豐富 GA。GA 係連結腦細胞、傳遞大腦信息嘅成分。氨烷自主媽咪，自叻 BB。氨烷孕婦奶粉，了解更多 GA 資訊啦。品味是一种生活态度，简单啲嚟讲，就是对食物的坚持同埋执着。识得品酒，配埋美食就更加 perfect。识得配搭都要好有创意。边个话饮中国茶一定要食点心噶？食好嘢都要有耐性。经过几个礼拜熟成的牛肉，肉质会更嫩更甜。呢杯提子汁够唔好饮啦！我杯乌龙茶够唔好浓啦！岂有此理！我哋明明系识饮识食之人，点可以食得咁求其噶？一于出发去揾好嘢食。我好有要求噶喎，我好难服侍噶喎。工厂区系我哋嘅地头嚟噶嘛，揾好嘢食点会难到我哋啊 ？Go！女士有冇搞錯啊？十點幾有人食 lunch， 揾食都唔使咁早啊嘛。咪就係咯，呢個時間唔三唔四九，我啱啱先食完早餐嚟噶，而家又要再食，唔係啩？我胃都未瞓醒。早晨，精神啲啦，好多活動嘅。首先咧，我哋就會大玩一輪啦，然後咧，我哋就大飽眼福，再大餐一餐。咩大飽眼福啊？唉，唔好理啦，总之有得食咪得咯，行啦，行啦，行啦。一直都好少踏足南港岛嘅工厂区，原来近几年呢度多咗好多国际画廊进驻，可惜今日要揾好嘢食啊，未有时间去探究。不过咧，阿 Mac 带我哋嚟到黄竹坑嘅呢个工厦单位，好似都有啲惊喜喎。就是集餐厅和画廊于一身的工厦食堂啊。哦，英国人 Ricardo 和意大利人 Birgit 是这里的创办人，为了将艺术融入生活，他们将这个4500平方尺的室内外空间打造成集艺术、文化、设计和健康菜式于一身的场地，给人感受艺术和饮食结合的新体验。In the 90s in the US, a dockland that became a creative area. In Artichoke right now, we're endeavoring to do exactly the same thing, art, culture and food. We aim to create a space for
for living and engaging with art and bringing more international artists to Hong Kong. Aple Chow has become a cultural hub here in Hong Kong. We are now engaging with other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have formed the South Island Cultural District. 展区所展出的作品主要来自南美洲。Brigitte 看中他们不单止因为艺术质素，还因为他们可以引发参观者的思考。Brigitte 就想藉着这一系列出自巴西画家的画作，提醒香港人怎样在挤迫的环境正视和体验自己的生命。这里的老板很重视个人的五个感官，即是眼、耳、口、鼻和触觉。但是怎样体验到在这个食堂里面？画就可以看到，如果他们播音乐就可以听到，凳就可以坐，可以摸，你喜欢玩都可以。当然嗅觉味觉主要是来自餐厅那边，他们最想做到的就是将艺术融入生活里面。还有一种就是他们所说的第六感，即是将我们的五种感官再加上脑思考，然后分析，再融入一起。咁即系老板欢迎我哋手多多，掂乜都得啦。系啊，老板话咧，无论名人啦、普通人啦，嚟到呢度都欢迎我哋任摸同埋体验一下嘅。咁就啱啦，你估试衫得唔得？我想试浴袍。得，都系展品嚟噶嘛。呢一张好似手风琴咁可以伸缩嘅纸皮凳咧，就系 Ricardo 嘅作品啦。扭成唔同嘅形状都得噶，就算要接埋佢，一样冇问题啊。穿着日式浴袍的阿 Jar 和展品合二为一， Nice。 食堂提供的八成都是素食，但是款式众多，一点都不觉得闷。而搜罗来自世界各地有机天然的食材就是这间餐厅的宗旨之一，当中都有少量的海鲜，满足不同客人的需要。三位海鲜披萨，辛苦了。好多謝你哋預備咗咁多美食俾我哋。Always a pleasure。其實咧，今日食嘢咧，都係跟翻我哋嘅健康食品嘅題材。例如個綠豆湯係一個好 high in protein 嘅湯嚟嘅。呢個 quinoa salad 係 high in amino acids and protein。唔講咁多啦，慢慢享用啦。兩位老闆都非常關注公平貿易，所以希望客人享受美食嘅時候都懷住一份感激嘅心，諗起農民嘅辛勞啊！我真的很喜歡這裡，因為這裡的感覺很舒服，還有我感受到一個很和諧的氣氛。我想如果每一個人對於每一件事都想得那麼透徹，都那麼珍惜的話，那個心靈應該會很富足。我經常覺得可以感受那些食物本身的來源，感受藝術品背後的故事，這個才是感受人生的極致。我就沒那麼講究了，我估不到原來素食可以這麼多變化。其實咧，我好簡單嘅啫，因為咧，只要每一餐我食飽咧，我就會覺得好幸福。雖然咧頭先就食咗一餐好勁嘅，但我都係有啲意猶未盡啦。你有冇興趣食個 tea 啊？喂，都好喎，食 tea。喂，我有好提議，今次我帶路。嗯，好啊。好像是你這邊離開啊，就像你是不是真的識路帶我吃 tea 的？你對，這邊行，吃啊。啊，周先生啊，你又說帶我吃 tea 呢， cake 又沒見，又只有中國茶，我有少少失望咯。阿林女士啊，你自己都識講啦，食 tea 啊嘛 ，eat tea，tea t e a t， 唔啱咯，帶你嚟茶坊呢一度。嗱，唔好客氣，隨便起筷。喂，做乜食茶葉啊？食得嘅咩？不如菜你都咁食啦，咪係葉嚟啊。喂，好味啊，薯片一樣。你有冇食咧？飲住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冇味啊！正。是的，其實未喝之前就已經可以吃個乾茶葉，吃到細緻味嘛。吃到細緻味啊！試下。熱愛藝術的 Vivian 在99年開始接觸茶，在7年前更加在工廈開茶坊。這裡除了賣茶葉和茶具之外，還會定期舉辦品茶的工作坊，希望令更加多人了解茶的本質，亦都可以輕輕鬆鬆品嚐茶的真味啊。在工廈其實搞 tea tasting workshop 咧，我覺得很好啊，因為收埋啊嘛，咁啲人真係中意茶咧，就會特登揾我哋。
咁同埋咧，我會花多啲時間可以同客人交流啦，去即係研究茶啦，去認識個茶，咁好開心嘅，我自己就覺得正到不得了。估唔到咧，咁樣食 tea 都可以咁津津有味。喂 ，Jarvis， 俾少少儀態得唔得？唔好意思啊 ，Vivian。唔緊要，根本啲乾茶葉就係攞嚟食噶嘛。我就最唔中意啲人成日覺得飲茶好傳統啊嘛。未飲之前就可以食到嗰個滋味。嗱，試下依個先，龍井，睇下咩味。好，依個似薯片。係啊，口感都似瓜子咁啊，係嘛？依個白茶白毫仁汁。依個真係好似食緊 nuts 咁啊！有啲花生味。係啊，花生嗰啲咯。好 nuts 噶。咁仲有咧，你食完一個茶咧，就飲下水。啱啱都有。真聰明，均勻順好多。嗯，好似喺個口度沖咗杯茶。係啦，因為沖有陣時可能控制咗唔同味噶嘛。嗱，再試下依個。好啱啊！喂，呢個甜喎，好似生果咁啊。荔枝，係荔枝，荔枝，係荔枝多啲，但係自然嘅喎，所以好精彩喎。所以淨係食都正啊，係嘛？泡茶都係一門學問，用咩茶壺都好講究噶。呢度嘅茶壺架貼曬標籤，話俾你知邊種壺適合邊種茶葉啊！Vivian 話：茶壺的厚薄都會影響茶的味道，厚身啲嘅茶壺維持熱力耐啲，茶味就會濃啲；而薄身嘅茶壺泡茶，鮮爽度就會高啲。飲親茶咧都會有啲想食翻啲嘢嘅。冇嘢食啦，飲下茶先。好。好。依個濃香嘅鐵觀音，我哋叫馬騮咪咧，其實係夾鬼佬甜品、夾中國甜品都一樣正嘅，譬如整嗰啲 tiramisu 啦、macaron 啦。非常之夾嘅，冇咁膩啊，係咪？係啊，冇咁膩啊，咁樣。係啊，咁我哋其實叫佢做 espresso， 哦，因為好濃嘅，好似咖啡咁嘅香，但又唔會咖啡咁。聽呢啲 ，B B 都聰明啲㗎。聽人講都要認清事實先，事實上營養好重要。除了 DHA, 氨烷还有添加成分含丰富 GA。